江家辉、彭于晏重现男男吻，感谢马王基站另类宣传。他很大胆啊，把我整个嘴巴都含着。不是吧，影帝张家辉跟彭于晏怎么这么暧昧呀、啊、有没有亲下去啊，像电影那样啊。对呀、啊、再多可爱一点点，他们两人因合拍激战一起练肌肉，培养出革命情感。今天和导演与其他演员出席记者会，当场比腕力。1、2、3。来真的，来真的，来真的！加油加油！好，如果要决胜哦，要决胜哦。这对师徒感情真的很好。我跟师傅拍戏就是很舒服。你是说亲吻的那一集？哈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那都一看就，如果大家看过，那很自然。红叶的嘴唇还软吗？男生始终的嘴唇，我觉得都是硬硬的，那些口水，哎呦，很奇怪。哎呦，你还有听知道他口水哈、哦？他很大胆啊。把我整个嘴巴都含着，再讲下去就歪掉啦。是说激战香港票房已经突破4000万港币，人气抢抢棍嘞。真的有感受到那个 AD 每次出来的时候，真的有很多女孩子在追逐的。其实我见到他，我只是安慰他。其实女生还是我比较多。他就是男的比较多。今天刚来的时候，遇到国内现在正在激战的那些。我自己不太清楚，但是如果，有其他事情能帮助我们宣传的，我要对他们说一声谢谢。就连小小女主角李心巧来台时，都刚好与话题人物同班机。王金平哈，哎，这样虽然杜柳莹同一班飞机，有没有吓一跳？很多媒体对不对？对哦，你以为大家来接你吗？哈。